主料：玉米300克，胡萝卜300克，三层肉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本来可以加些豌豆一起炒的，可惜忘记买了，就用家里有的吧。玉米洗净包小粒，胡萝卜去皮切小丁，三层肉洗净剁成肉蓉。为了等下玉米跟胡萝卜不要炒得太久，我先把玉米跟胡萝卜用开水煮了3分钟，先把肉蓉下锅炒散，加入少量的生抽，把用水捞过的玉米胡萝卜粒下锅一起炒，加入适量的盐鸡精炒熟，起锅装盘上桌，美美是享用的。烹饪技巧：如果玉米粒跟胡萝卜没有先煮过，在炒的时候可以加入少许的水煮一下，这样胡萝卜也会比较嫩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